我是爸爸，我是妈妈，我是姐姐，我是姐姐，这是我们家。妈妈来了。我们要来农场喂羊羊，羊羊非常喜欢吃西瓜，我们家切剩的西瓜皮带来给他们消暑一下，全部跑过来了。意思我看他先看看他们要不要吃，吃软的不吃。那你要喂吗？阿公那里有西瓜皮，先吃一点，来给他吃西瓜皮。哇，他们有抢的耶！喂，那你们靠近一点。叶子倒进去了，他们不是要喂吗？倒水吃。你这是几块花的多少钱？三七啊。那个是我的鞋啊。对啦，你是鞋较好的，你是。啃西瓜。啃西瓜。放进去，你要放进去，放进去几天？这样子放进去，好。他想要挑有肉的地方吃。对。很开心，口水流出来了。你也想吃西瓜？对。那你要吃什么西瓜吗？放进去给他吃，放。哦，你要弄个球，来，放，来一个，喂羊羊，喂羊羊，妹妹，你拿甘草，它不会吃的。要拿绿色的，它喜欢吃绿色草。绿色的草。嗯。要吃绿色的。好。Hello。好的。绿色的，绿色的，绿色的。手臂下来。安主又 K 呀，你让他剪，让我剪。哦。
等它大一点再挖出来种。对啊，它是因为等它大一点，然后再种。先当走步呢？那你要怎么动？这是比较大的。老鼠跑出来咬你，爱哭哭。你的妹妹长大变重了是吗？对啊，爱哭哭，老鼠会跑出来哦。你们又发现瓜鸟了？喂喂，苍蝇不要来！喂喂，我敢抓瓜鸟了！喂喂，瓜鸟，妹妹也敢抓吗？耶，敢抓瓜鸟吗？你要抓吗？好，你抓。你要飞高高，我看你可以飞到天空去啊！妈妈抓给你好不好？好。我们太高了。小作者。荡秋千。蜗牛的小作者。这么大，荡秋千。换妹妹的，妹妹的，妹妹也要。妹妹，你要飞高高。阿公很喘。妹妹要吗？哎，姐姐抱你好吗？啊，来，要摩天轮哦，好来。摩天轮，好，三圈。怎么才三圈？太短了吧？还要啊！按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哦！笑笑，